观众朋友，这里是东北林业大学体育馆。您现在看到的是宝宇王者荣耀 WKG 国际综合格斗赛。大家现在看到的是第三场比赛，是84公斤的比赛。蓝方是来自阿塞拜疆的阿萨多夫，红方呢是来自俄罗斯的果兰。好，这一开场呢，这是来自于俄罗斯的果兰。从他身高臂长上可能占了优势啊！啊，一个前边腿，好，这个蓝脚选手呢，鲁法特呢，啊，想走下，已经抓他单臂腿，开始想走地面，但是呢，由于对方的身高呢非常之高，在压着他呢，他可能使不上力气。对，腰起发不上力，过桥，啊，还是，下腰摔，又来第二个字，看来应该扬起下摔呢，还是往下下砸呢？对方呢，现在啊，勾着他大腰了。哎呦，现在不好的是卢法特的头部呢被这个俄罗斯选手果兰呢用了一个断头的姿势在拿着，拿着对，啊，很危险，很危险，而且发不上力是吧？你别看这个关老师，别看这蓝脚选手的卢法特在上位，可是他不一定占优势，因为占优势的是他的下位的果兰俄罗斯选手。为什么？身高臂长，身高臂长，包括他手的已经手臂完全缠进去了，啊，而且还有剑拍了，啊，这样呢就是来红脚选手俄罗斯的选手果兰呢获得一个。断头的一个技术，或者本次的降服，把对方降服，或者本次的胜利，可以说是败中取胜。啊，不，这也是一种技术，技术给一种感官上，暗杀你在下面，其实不然，因为他身高臂长，胳膊已经全进去了，用的是断头锁。对，啊，这个技术呢是很可怕的，你要不拍呢，会给运动员造成很大的伤害。那伤害啊。经过裁判的裁定，红方选手在第一回合1分25秒断头台降服获胜。And the winner by the red corner, one by tap out. 下面有请颁奖嘉宾、黑龙江省体育竞赛与对外交流中心主任齐跃东先生，有请黑龙江匹兹麦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永利先生陪同。获胜的选手。